启功，是当代国学大师里面书法造诣较高的一位。他凭借一生的努力，字和人品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。他的书法功夫前后有着较独特的转变，从他1974年创作的《兰亭序》摹本就可见一斑。这是启功临摹版《兰亭序》全本，看干巴巴的时间没什么特别的，但当您了解背后的故事，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。1974年62岁的启功无法正常开展学术活动，不定期的被要求写大字报。之前的1971年他的主要工作是为清史稿点标点，这几年启功还在偷偷的搞学术写文章，老伴张宝琛就负责为他望风。但文从沈梦了解，没维持几年，老伴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了。1971年张宝琛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，几乎病死。1975年当的病再次袭来，他终于没能从救过来。启功曾写文章深情回忆，我的老伴儿叫张宝琛，比我大2岁，也是满人，我习惯的叫他姐姐。他自己省吃俭用，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，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书画。启功临摹版《兰亭序》墨章，这幅是比较常见的启功书风成熟后的《兰亭序》版本，和1974年的字体对比鲜明，个性已具备。